姐姐跟我玩。姐姐，我要喝水。好，你不要走开啊。什么？墙纸撕完了一次又一次的，不是我撕的，是他自己掉下来的。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我早就告诉你这屋子有鬼，你刘欣欣一个人在家好危险的。你看看你用什么态度跟我说话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又在吵什么？你女儿啊，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对我大叫大嚷。你看她把墙纸撕成这个样子。老爸，你看这幅画，墙纸不是我撕的，是她自己掉下来的。妈咪上街不带欣欣，这屋里有鬼，好危险的嘛！我带不带欣欣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来教训我。那屋子里有鬼，要不要告诉你？有鬼有鬼，你是不是亲眼看见了？我感觉到呀。感觉什么感觉？真的，你自己去看看。不准吵！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跟妈说话？快下来跟妈道歉。我不放心欣欣留在家，错了吗？你也不对，为什么上街不带欣欣去？哎呀，我正在说女儿的态度不好啊，怎么连你也这样对我说话？哦，原来你们两个联合起来对付我。不是对付你啊，是对视啊，这是你的责任吗？什么责任呢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我错了，是我不对，是这屋子不对，搬了搬了搬了。你站住，搬什么搬呢？马上就要没得住了。好了好了，有鬼也好，没鬼也好，我可不管了，去找个和尚回来超度吧。超什么度啊？等我死了再超度吧。难道这房子？